你单眼皮的样子。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你以为你贴双眼皮的样子。实际你贴双眼皮的样子。Hello, it's me. 你是否常常因为自己是单眼皮而被别人误认为是高冷、凶狠、难以接近？接下来呢，就是由人体解说员陆北教你们粘贴蕾丝双眼皮。首先的话，我们需要先把眼影以及眼线的部分画好，这样的话能够方便我们后续的美观以及双眼皮贴的牢固性。然后我们今天使用的胶水是来自于鹅佩兰他们家的双眼皮贴胶水，以及魔法美人他们家的这一个蕾丝双眼皮贴，我用的是橄榄型。然后的话还需要一个小工具，就是小镊子，因为这个双眼皮的话没有上胶水之前是很脆弱的。我们涂胶水的时候直接在这个双眼皮的1/3处开始往前面涂，这样的话能够让它的胶水更加好的牢固在你的眼皮上。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先用小镊子来固定一下我们眼睛上面想要双眼皮的形状，然后的话我们再进行粘贴，记得要粘贴到刚才的位置上面。最后呢，我们再使用这个双眼皮胶水把整个眼皮给涂满，也不是整个眼皮呢，就是整个双眼皮的区域，这样的话能够让它更加的牢固的待在你的眼睛上面。可以少量多次，不用沾很多，慢慢来，不用着急，用小扇子给它扇一扇，等它干掉。我们还需要做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沾取之前用过的眼影，然后在我们贴过双眼皮的部分轻轻的压一压。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不会让两个眼皮粘连在一起。当然呢，到了这一步还没有结束，我的眼睛是非常肿的那一种，所以的话呢，我还需要使用一款短款的假睫毛来支撑一下这个双眼皮贴，来打造一个比较完美的眼型。好了，以上就是我粘贴双眼皮的方法，你有学会吗？学会的话不要忘记给我交作业哦，记得艾特我哟。은것도없어머리에쌓이는나만의비법때문에어느새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我是陆北，我们下期再见，拜拜长按点赞腰缠万贯。